当问题学生遇上怪咖老师，落魄银行家田村正和。你们懂上课的意思吗？搞清楚，我可是在为你们上课。热血女教师赖户朝香。你可动的是身体，不是让你动嘴的。篮球顾问中山玉阶。暂停，听我说，最后一次，要加油哦。学生难缠，老师难为。春风周末全新粤剧，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先师比库。